听你的手，听你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寒冷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改变你痛下俩心酸的爱，月光啊将你走几个路，问眼风给几款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老爱你的苦空到心肝肚，爱为等你穷下本人祝福，唱歌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故。你真的要离婚了，说不定我本来白机会哦。你别讲爱好吗？我的公司分开之后，我听说你让爱先做在青岛，应该幸福啊。爱了就青岛幸福了，阿珍，你就爱幸福啊？你听嘛，你莫在时间爱你一难过问题啊，俺两啥莫分开让你幸福啊。给天的，你俩讲嘛开，全部下，我爱离婚。既然也两啥，缘分也尽嘞，啊就好好跟我好好分开就好嘛。啊，怎么提出离婚了？同情你俩就已经搞完了，那公婆的事情哦，不是你得来管的，你要管哪去哦？那个人呐，破坏你的家庭。分开，你要安养人啊？头先人好好，讲变面就变面。像阿勇高兴了，难怪阿怎么离开你呐？我高兴就阿勇呐，我想问你，文贵，阿妈姐好人呢，你莫阿勇好吗？好人，好人咪还离婚？阿珍，你莫摸唔清楚，不然骗走伊个。你啷个谈清楚啊？我哦唔会离婚呐，我公婆的事情唔是你来管。阿珍，还有你，你俩唔在意哦，我报警了中。文贵。慢是拍摄啦，又不给你添麻烦呢。也都无关系啦，阿慢是咪从小就不给你下多大爱你啦。没有结婚去，你看你带到这搭吼，带结婚算结婚，我就看你皮毛个你又很紧张的状。从家下就挪到家下嘞，还蛮孬吼。你看看哦，只是好好硬板挪到哎呀。你还没很多个想，还没真跟我离婚啊？你讲还烦恼哎，唔系离婚的事情啦。我讲，佮我做了梁老师，都是为让向到安利的胜利。你想太多了啦。伢老公哦，冇像自己外表看起来暗恶啊，佮哦只敢对自家的婚姻家同手听听。家人哦，你冇看强佮哦，佮爱惜了世界啦，冇个人全唔惊，冇个事情全部做会出来诶。你们是惊，你就带到亚边，明慢了哦，不认可。伢来听书啦，好啦。一个硬板哦，是硬做的咩？嗯，啊，你弟弟一个硬，有嘛个作用吗？硬板
俺呢，爱做俺弟呢。这个时节哦，俺妈妈一家做一个平安礼事，因为哦，那个俺弟弟啥混到了哦，弟弟在生意啊，为讲去看亲啥，蛮唔很需要的咩。弟弟做一个，因为哦，死了哦，就看唔会错噶，咩看冇他。就是嘞哦，系啊，有一摆哦，俺捏到嘞，俺咪讲俺是捏板，不俺没猫。来，老板赶紧来。是啊，姐。哎，他家不是要去的。哦，你们是来哈。其实你要点哪哈？今天老一个嘛。哦，你去摸竹筒好吗？一片银哦。青菜卤熟了。哦，好。哎，朋友朋友。你按多，反正你有这个来好嘞。哦，谢谢啊。跟你说，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跟你说了，你走吧。佳颖，没见到你，我是不会离开的，请你开门好不好？佳颖，我们两个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你有没有听懂啊？佳颖，你听我说吧，佳颖，请你开门好不好？开门了，佳颖，佳颖，你开门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佳颖，你开门了，佳颖。请莫煮汤，哈，慢用。哎呀，我看嘛，也丢脸呢，给你玩弄。是的，看一下，看要变马背，不错啊，你多爱成功，你千万莫出来呢。有啊，也丢脸哦，真脸太丑过了呀，一天到晚还准备请你来闹事的。有嘛难事啦？哎，从厨房东西拿不拿事？好，对不起啥？还是呢？娘，你先莫莫喊娘回娘，还得喊呀，得谈。莫娘，来问一问问哈。来来来来。把门安都是，莫管都是。娘我很讲咯，那你们来偷家娘了，跟人那个叫嘛吹毛蛮子，那给点二管心地嘿嘛，哈。你来讲，我当然了不管事嘛。好啦，嘿嘿，好好好。再见，来来来来。你看，店店有诶嘛个东西啦？哦，一个跳丝啊。跳丝啊？嗯。你有点酸酸啦。唔会啦，跳丝唔会酸的呀。不忘擦试嘛？唔会啦，唔会啦，哎，你咪慢了个东西，冇可能按你去啦，嘿。一般啊，就唔会酸钱咯哈。
很新鲜，是我叫厨师啊，现杀现煮的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你刚怀孕，你跟宝宝都需要营养，汤都凉了，我帮你热一下。三包，春药两包，夏仁油两包，牛肉梅两包。海虫啊？海虫梅油两包哈。哦。过来帮抢菜了哈。嗯。抢菜啊，看抢菜油啊，抢菜笋呢。哼。笋丝梅油、拍菜梅油、胡瓜梅含油量三条。剩很多。哎呦，剩了就对啊。啊，你天光就唔是进货了呀？啊，没懂我呀，啊，抢虫。冇听错哦，亚吉尼哦，就慢慢就冇人下双来吃东西了。讲话少上地位啦，加阿正当多心了，都是去发发多很怪奇的嘛。嗯。你咪要按的吼？你啊。啊，好个小妹人，加不按查个老公啊。嗯。咁每三年的命冇重要的嘛。所以阿珍的命很坏，家都安养老公。哎，阿妹啊，迄个阿珍嘅老公坚持唔肯离婚，当年都也俾人闹死，安养家产咯。根本冇办法，根本行一步算一步啊。同时又答应阿珍，讲要保护佮，对冇？又支持佮啊。闽南了嘅人，怎么得不听欺负佮啊？当然呢啊。阿姐，店家个糯米粉冇咧，你出样去买啦？唔是买吧？亚吉年年暗笑，我看到应该拉用啦。同讲发誓上条阿珍，二本去多做事情，既然唔会犯我讲几多一点大带，唔会怕事怕败啦。对冇？好啦，糯米粉。先进公司吧。怎么了？到头来我还是见不得光。嘉颖，古巨，这样还要多久？你要我一辈子做你的地下情人吗？再过不久我的肚子就会变大了，我还能进公司吗？我要怎么跟大家解释啊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吗？就算你要享其人之福，也该有个解决之道吧？这样子算什么啊？嘉义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你不要太生气了，这样对宝宝不好啊。嘉义。嘉义，阿舅弟吼，你要上堂的吼，哈，安尼只。我今半夜容易出来，还为到培养事情啊。我希望你，你有个兴趣，请你慢点回应好吗？
你干嘛？我要烫毛啊！哎，你两眼的事情，你好死扰，岂不是那莫相关的因呢？这其实莫相关的，你再一做慢了，很大量衣服下去。文贵，太衰啦！我莫应该按讲法，我哋哦，跟咪咪两眼都已经同亲同好啦。既然系爱朋友，咩爱文贵的朋友，我用咩为难朋友咯？阿仔，听我建议啦，你莫在身边哦，那身份一点意义都没的啊。我请你莫哥讲你好吗？我求你不用讲啊，我只是莫把图，个人强我身份下去嘞。阿仔，拜托你，我本来一百机会，我一定会改。太神，我只是莫把图嘞，你也莫帮我离开。哎，你两个人感情，是不是因为比因为他少？如意，我真是不恨你的。我讲你恨我，我咩没离婚，我不过是什么啊？彻底没离婚啊！我根本一时才不如个，忍了两见面，结婚当然，我想不到你是一个按摩工头的原因。阿珍，拜托，人用我咩故意恩你啊？听我讲，不挨得意哈。我没法吐，我真是没法吐嘞。李姑子，你笑话，我是死问个。你不是够行爱嘞，该莫好哎，还莫够相信你嘞。哇，你就爱讲哈，俺就冲下去。木棍，你怎么了？是俺要去自杀，做鬼没冲下。木棍，你莫要那好吗？阿梅啊，俺去买糯米粉了哦，俺是就转哈。喂，你慢了，你哈。哦，许德昌啊，他不在耶。6万块，你是说许德昌在你们银行用现金卡借了6万块？哦，好，他回来我会跟他讲。哎，谢谢。啊，没什么。嘿，那边有丢东西吗？有啊，那块，那块，那块，快点，换你，换你，快。啊，快点，长耳朵。啊，头发，快点啊！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讲那个，你那个风肉计划进行怎么样？别提了啦，我感冒根本没这么累。哎，为了监视我哥啊，一个晚上调3个闹钟，我2个小时就起床一次。哎，弄得我都睡眠不足。你看啦，你都暗沉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真的哎。还有这里啦，硬得跟石头一样。啊，吹一下水。哦，更糟糕是这里。啊，都掉头发了，龟剃头哎。不是啦，是头痛。我觉得我就像误闯森林的小白兔一样，每天紧张兮兮，就怕被我妈跟我大姐发现。哎呦，你阿 Q 这方法根本就行不通嘛！哎，我阿 Q 也是为了你哥好啊，不然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嘛？说的也是，现在只能这样，劝不听，只好围堵，以免后患。是哦，围堵久了，总有一天会山洪爆发的耶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那个秀玉姐啊，魅力真的很大哎。你看你哥，为了忘记这失恋的痛苦啊，迷上了赌博。哎，这个爱情的杀伤力真的很可怕哎。我觉得不见得哎。我哥的个性那么像小孩子，他只要有信任玩具，很容易就陷进去。哈，你是说你哥把秀玉姐当作玩具啊？不是啦，那乱说什么东西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哥会迷上赌博，其实不能怪秀玉姐啦。哦，照我这样看来哦，其实我哥对秀玉姐的感情也没这么深啊。所以说他是因为失恋所以才迷上赌博，只是一个借口。哎，说的有道理哦。可是哦，我哥真的也很笨呢。恋爱跟赌博是成人世界的游戏。根本就不能轻易尝试啊！他不懂还要去碰，碰了自己满头都是包。笨蛋，但
这个笨蛋。公主，不要再生气了，小心伤了月体啊！赶快来尝一块番邦朝贡的圣品，快点消暑哦。说的是，对，快。娘呀，看你他妈勇凶啊！终于封神啦，要拿你加钱啦。没啦，还得多十包，这位呀。嘿呀，十包。还在香啊？快吃啦，听话吃啦。嗯，还无下去哦，系哦。在场啊，当年戏色越来越好啊，戏色当然好啊，那大阿妈说要请走了，该你还有戏该吗？没嘞啦，啊、哦，好听，你们这样还是这样子啊？当年每种艺术品谁都买新的嘛，是讲你要做咩而已啊？假使这样子啦，还是这样子啊？这对不起你呀。错，那我们就错会啦。该东西有嘛？搞搞啊，先记住，撤退做没人整啊。好啊，得从中有遇到些么的事情，遇到个事。阿昌啊，娘的啦，我要顺马衣啊。唔怕，等下有嘛，买通你点查，该别设计哦。想要等一下，你莫搞这个蛮主意啊！我得找蛮来着，你家是哦，有什么来？我用个啥啦？先生说要找你签约，好像是客家文化节的合作厂商。签约？我没有约什么人签约啊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就是说要找你的，而且已经在外面等很久了。你要不要赶快过去？对，好。哎，你最近怎么啦？常常看到你在厕所里面吐，哎，是不是吃坏肚子啦？最近天气不好，可能要注意一下哦。我没事，谢谢。神气什么啊？我看八成是弄出人命来的。小姐，你好，皮信代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代表郭家庄来跟贵公司签合约的。唐共你还没满楼二小姐，嘛？那其实没签合约没？小妹哈，还蛮抢来哈。哦，曾经你从一打电话通知来过来签你。有啥问题嘛？人家就基本上咧开会的时候呀，细节部分还蛮确定，所以没办法抢约哦。哦，一细节的内容的部分哈，曾经你差不多也讲好些嘅，差不多入边，你看一下咧。嘿，假使讲冇问题的话呢，也还有吼，还是做的。太细吼，那像那女仆还有一点问题，请多要稍等一下。佳怡，你到这边来干什么？这里都是烟味，对胎儿不好。那个郭家庄的赖先生，是你找来签约的吗？我们不是沟通过了，只要你们双方面把细节部分谈妥，就可以签约了。细节部分谈妥，我有资格谈吗？还是你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谈好了，就等我乖乖画押？佳怡，你未免太不讲道理了吧？大家已经决定把这个案子交由郭家庄来接，你又是专案负责人，本来就应该由你出面谈合约的事啊。大家可不包括我这个专案负责人。原来昨天晚上在我家外面等这么久，就是为了献殷勤，要我今天乖乖就范。你别胡说，你这样根本就是公私不分嘛！请你理智一点，赶快去把合约的事情处理好。这个约我是不会签的。
你不去我去。不准。让开。医生，大人别难我事，不过小孩子没有保住。那请问一下，妈妈现在的状况怎么样？她现在状况还好，手脚擦伤，不过她是从楼梯跌落，所以需要住院观察，看看有没有脑震荡及其他并发后遗症。医生，谢谢你。病人现在在恢复室。待会推到病房，你就可以过去看他了。谢谢。做得着你吗？除了 NQ， 还敢抬头翻东来？你回来，不痛吗？慢走，慢走，那就慢蹲，那就慢蹲了。难怪那里看看，难怪你看看，慢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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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鬼，你莫讲安用啦。不能原谅俺吗？俺要原谅，莫原谅，感情很重要。当重要。敢系原谅伊，不过做得先帮俺转来无？还有嘛？你讲，俺大道街，你还唔见体哦？大家啊！俺没有答案呐，俺要送转去。你送我转去？哎呀，我了解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慢心情才在打，妹妹先心眼很痛，我要证明我的诚意，我了还是带你转去。你没事，让我死心吧。你相信我，我不做崩溃。公司临时安排我出差，对啊，等一下要出发，我不在家，你自己要注意安全，有什么状况的话打电话给我，好，拜拜。
之间的联系也没了，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佳怡，医生说你现在身体很虚，最重要就是好好休息，别想太多，我留在这里陪你的。是啦，之前哦，唔爱讲欢迎对袂啊？啊，身体了吼，唔得通照顾佮唔爱滴啦，佮安排吼，阿珍就待了好嘞吼。阿珍，过来。好嘞，安弟弟嘞？哦，拍摄，跟某事情，我先来做哈。你又来做嘛？噶，又要打你了？嘎子，过来啦。拍摄，我来做。徛倒会喊挨，我都袂白倒停啦。啊，加吃落去嘞，夹鸡啦。我的毛巾都拿倒的咯。好，正运动超高诶。来来来，来来，还是你找要好事啦吼！阿珍啊，我记得哦，今日遐不去去请你个，不过千万总唔得去请佮哦，佮亚个人哦，脾气时好时坏个，就像火药枪样啊。他说哦，你读到几百点嘞？我听说会发生嘛的事情呢？拍摄啦，又碰到小艾嘞。嗯，又来嘞。阿弟啦，我母亲才跟我讲拍摄。哎呀，今日哦，我看到几天的你转来，我真惊吓死的呢。嗯。你唔许讲嘅火药，根本嘅哦，只系无爆炸听听啊，几种人哦，哼，就像狗啊，好事是，佮你还会打你哦，一生人就会打你啊。好嘞啦，唔记得个事情都会乱讲。佮哪有乱讲法啊？有报告讲哦，家暴哦，一旦开始，就会再过来啦，一百过一百。一百个一百，大半夜哦，就会失礼讲好话，等伊原谅伊哦，佮就像无事情样诶，一段时间哦，佮还会打你啊，就会安尼哦，当多个朋友不打死他啦，真甜。哎呀，安尼要怎样喏？简单啊，保持距离，一侧安全。你还检查的？保持距离。我还问你讲，我娘还买本文具才困阿珍啊。我想有几大人的证据，哎呦，就做得去法院申请保护令。
样走的按样走，容忍周代啦。家暴法哦，就会保护家庭的弱势受害者。哦，还有哦，那个哦，他没想要离婚哦，你和周代去法院诉请离婚呢。嗯，翁妈不是正经翁哦。妈啥是翁妈？还有啊，根据民法哦，阿珍姐和周代哦要求他赔偿身体还有精神上的损失。其实啊，我妈去拍阿千呐，我是希望去做在大学那个离婚。安尼啦，前五日哦，我带你去医院验伤，啥好了，我娘说，哎，你再快看看。太子，阿天叔嘛？啊，唔是啦。哦，莫眼先上班了哈。哦。爹床。啊？妈的事情。我接到银行打电话来讲，买六万球哈。几多个嘛？给租黑，租黑。你老银行加钱做嘛用呢？哈？应该讲法啊，我都在问你哎。戴聪，不管发生哪个事情，我希望你做的老实讲出来好吗？哎，你还一家人啊？他说你读到妈的事情，哎，你做得听书没？啊？讲啊！俺老师老你讲，你做么得发钱哦？哇，你讲。有哪一晚？都给我输掉的钱。你要你，来看咯，答案是三公半样准嘞。可能外面啊，都弄神弄神的，人人在都给爱嘛。从小奶娘教，那干脆要求人要穿太钱。还是希望讲，奶奶啊，脚踏实地，安安分分工作嘞。你安太大，你只要用家钱，你要用饭，用台湾，用枪的嘛。从古啊，都叫迄勤快习惯对嘛？你搞我阿爸，一三年溜溜飘飘的嘛。没痛法，但是有条件的。工作那个是太低了，再来不搞天数，马上要给钱，二年通扣。阿妹，干么想要几条路了？干你说要办呢？阿妹啊。在从第一落实的啊，其他一位哦一时糊涂，怎么做唔出个啊？你看佮啦，刚哭到安尼啊！唔是骂佮哦，佮自家就老自家骂都会死哦。其他弟弟做唔出个啊，钱哦，佮一天会上海乱办的，你就本佮转去上海好吗？我心当痛的嘛。假装去上班啦，其实我可好坏啦。假装来不卡的做事，我做的可能多几呀，系么？
近怎么这么不顺啊？为什么什么倒霉事情都找上门来啊？我原本以为是天衣无缝的，没想到还是让我妈还有大姐知道我哥赌博的事情。哎呀，害我辛苦这么久哎！啊，你们听我说话？有啊，我有在听啊，我有在听啊。还有那个阿珍姐啊，她最近哦决定要跟她暴力狂离婚了。可是那暴力狂竟然不肯答应哎。所以这又是个难题。我只能说，美满楼最近哦，真的不是个吉地，气氛简直就糟透了嘛。哎呦，你不要在那边唉声叹气的啦，你换个角度想啊，你应该要开心哎。开心？对啊，你看你现在就不用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的盯着你哥啊，这样你就不会睡眠不足腰酸背痛的啦，对不对？可是哦，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愿我自己辛苦一点，也不要看到我阿妹这么难过。其实哦，我还蛮羡慕你们一家人的，感情那么好。我阿妹一个人哦，这样辛辛苦苦把我们这几个小朋友养大。照理来说，现在应该要享清福才对。可是还在为这些事情烦恼。我认识你那么久，我不知道你那么孝顺哎。我当然要孝顺啊。如果现在举办那种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选拔大赛，我阿妹哦一定是第一名。为什么？你以为你们家小孩加起来有四个人就很多票数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认识一个人哦，他们家兄弟姐妹加起来就12个人呢。蔡瑞美，我在跟你讲正经的事情，你在开什么玩笑啊你？好了，我跟你开玩笑的嘛。快点，你的冰都融了，赶快吃啊！嘉许，如果啊，我是说如果啦。如果啊，有一天你爸回来啦，然后他赚很多很多的钱啊，那你会不会？我没有爸爸，我只有阿梅。好，难得放暑假，不要不开心嘛。走，我们去找阿 Q。找你阿 Q 干嘛？是要带我们出去玩啊。不要，我没有心情。哎呦，不要这样了，走啦。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住在这里边的人呢？你说的是许佳音小姐吗？对。她今天一大早就办理出院手续，已经离开了哦。出院了？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请问一下？没事，谢谢。青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以久不离，千里迢望故乡何？遥远的呀，初恋没爱你，长夜抚琴也沉凄。山下攀爬高山，你也小山无言就抚平，欲发强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
一曲难唱到。